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 仔。我弟呢，跟二哥借了一台克莱斯类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这台车呢，他也没有经常开，主要是排量高，现在基本上都是拿来当婚车吧。排量是多少的？3.0的。哇、哦，3.0的，动力比我那个抽水机还高。咱们现在进去看一下。哇，第一次摸。哇，飞机把手、排气筒、仪表盘、手表、液晶电视、颗粒型香水、内饰反射镜、打孔型真皮座椅、内饰垃圾桶、化妆镜、前景天窗比 M 仔还凸。咱们先看一下它的轮胎外观。19寸大轮毂，不知道是不是铝合金的。超大灯的设计，里面带着眼珠子，旁边带着眼屎。楼梯式的大前帘，铁锤式的尾灯，这设计的灵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。厨房式的抽烟机，杠杠的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总之一句话，祝我弟相亲成功。视频面前的兄弟们啊，刚刚我是说错了，这个车的排量呢是 3.6 的。如果你们有这个钱，会不会买这种车？反正我有钱，肯定是会买啦，对吧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 M 仔的视频，请问 M 仔点个赞哦！哎，记得祝我弟相亲成功啊！